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利益的加持啊，身变成法性身，居住的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土，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法性土里面所有一切都不会变化啊，时间之长我们知道啊，至少是三个阿僧祇劫，真叫无量寿啊！这是有量的无量。可是也许你不必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不要这么长，你的烦恼习气就断尽了，业障也消尽了，你的地位就提升到十宝土了，在极乐世界很容易的事情，不难呐。升到十宝土，就等于说是真的无量的无量了，真的无量寿了。啊，十宝土里面讲最后一品。无明习气断掉之后啊，就证得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妙觉果位，这是圆满成就了。啊，这个果位不住在十宝土了，他住在长吉光，啊，四土最高的长吉光净土。他住那里去了，那真正是无量了，不生不灭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条路啊，我们可以走得通啊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只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个个成就啊！啊，善根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；真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福德了，无上的福德了。啊，因缘我们有了，我们具足了，我们遇到经中。遇到这一部大经，语言具足了，啊，三个条件统统具足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